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世新大学传播管理学系的学生。本次提案计划主题为压力电话亭。我们关注到了台湾自杀以及忧郁症的相关议题，发现有许多不快乐的人，往往难以在熟悉的人与环境面前诉说委屈，也不愿与身旁亲朋好友倾诉，造成心中的负面情绪日甚一日。因此，我们希望能够打造压力电话亭，建置一个不需要在意自己身份、性别、背景的地方，不用过多掩饰，能够安心展现自己真实的一面，能够放心倾诉的场所，让压力与忧郁得以在短时间内宣泄、缓解，找到出口。关怀自己，也关怀身边的人，希望压力电话亭能够驱散忧郁，让爱和快乐充满每个角落。